睡欲为五欲之一，生命中的三分之一都是从睡梦中度过。对的，记住。每次醒来，你会问自己：我在哪儿？今天是哪天？我要做什么？他们在1月31号之前是可以落实的。然后。贷款的真相。你好。第一次来吗？是。说说吧。我睡眠出现过问题。失眠吗？不是，就是睡得很久，感觉一睡就是好几天。每次倒下刚一合眼就突然醒来，连睡着的感觉都没有。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夸张、荒谬，但你一定要相信我。妈的，完了！怎么了？我的东西都去哪儿了？你的东西？项链呢？什么项链？你没事吧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实在对不起，我睡过头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你说什么？跟我来吧。你上次会议表现很不错，虽然升职了，不过那份报告得尽快给我。我的生活一直是有条不紊的，这些小错误我会记得特别清楚。我感觉我是被睡魔缠身了，嗜睡之人怠惰昏寐，无从出离生死。我买了很多闹钟来提醒自己，我认为我们公司完全可以做这个项目。那等于是前期的话你先来做，然后后面我介入。我也不知道睡魔何时来找过我，那时候其他的一切对我来说都不重要。
每次我醒来，家里都有些不一样，总觉得好像有人闯了进来。你这儿丢什么了？什么都没丢，反而还多了不少东西。您看，这些都不是我买的，还有这个，这些也不是我贴的。行，你的情况我们了解了。哎，什么意思？这就完了？你这儿也没丢东西，我们警力也有限。后来呢？我一定要找到你。醒醒醒！醒醒醒醒！醒醒！醒醒！先生，请问您找谁？来上班啊。上班？今天来早了。都放假了，您上班来干嘛？放假？不是还有两周才放假吗？这都放假三天了。开什么玩笑？哎，先生，公司规定，放假期间不能进入。你把手放开。真不能进入。你把手放。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，别，别动我都。现在已经放假了，先生。已经放假了，您冷静。去，来坐下，来坐下，起来，冷静一下。先生。我一直以为我好了，我到现在都不敢睡。我已经没法好好生活了，我才25岁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你才25岁，
对啊，怎么了？你是一个人住？离这儿不远。我大概了解了，其实你的问题并不罕见，只是大家都不想谈而已。这不是你的睡眠造成的。这样吧，今天的疗程由你自己来完成。你是开车来的吗？是啊。一会儿你走着回去，车由我的助手开到你家，好好看看周围的环境，我请你到家后也好好看看。你他妈是在开玩笑吗？我付了这么多预约金，你在这儿浪费时间？疗程没结束，你可以不用付款，但是请相信我。对了，这个盒子你拿着，过会儿打开，或许有帮助。过会儿打开，或许有帮助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升职加薪了。但是，以后工作会越来越忙。我只是想给你提供更好的生活。我会支持你的。您怎么了？
不要老喝咖啡，对身体不好。这么忙啊？只是想给你提供更好的生活。项链呢？什么项链？你没事吧？我才25岁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。你才25岁？是谁是他的幻想。你丈夫是对时间的概念越来越模糊，我们一定要让他慢下来。你疯了吗？跟你说话呢，你为什么找警察？你这丢什么了？什么都没丢，反而还多了不少东西。你丈夫精神有问题。对不起啊，不好意思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我一定要找到你。快35了，我们再试一次吧。第一次来吗？是。怎么了？
对不起。